猫咪挑战画100幅画。自从上次我家两只猫画了这2幅画以后，我又收到了这样一条私信。没问题，马上安排。又躲这儿睡觉，小心蜜，快起来。哥哥在等你 PK 呢。比赛正式开始，老样子，先在画板上挤上颜料，然后再把画板包上保鲜膜，最后再分别在2块包好保鲜膜的画板上挤上猫条。两只猫已经在开始认真投入创作，下面请一起来欣赏他们的作品。先来看看 Coco 的，哇，你居然画了一幅流淌的月光。再来看看小新蜜的，天哪，不会吧，你画的竟然是海底星空。那么这次你们更喜欢谁的作品？大家快来帮他们投票吧。